啊，这样看得到吧？可以，可以。好，行，好的。然后，因为接着上一次咱们讨论的这个话题，然后也是抛砖引玉吧，然后把这个水德堡做定义，还包括跟圣言之间的关系，我找一些经文，然后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吧。然后，水德堡的著作的这个定义，然后之前也分享过了，就是的英文的话是那个 The Writings，然后从这个 AC 开始。然后是18本由他本人出版的著作吧，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当然，水德堡他本人没有出版著作，那个也很多。然后从这个未出版的数据举例吧，它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可以作为这个参考，但署名的权柄就不如这个水德堡著作，他本人已出版的18本著作，这里面包括这个 The Word，这个应该是放在研究中心的网站上。然后应该现在名字是叫那个《圣经的内页、外页和内页》这本书。你看这本书的话，它本身是跟那个已出版的《白马篇》，然后部分内容是重叠的，所以它虽然水德堡本人没有出版，但这个看了这本书的话，应该也会对这个叫圣经观也会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看法吧，或者是一个入门的一个认知。然后这边也稍微说一下，就是之前广明老师也说过这个圣经它的这个含义或它的定义，还包括它的不同出处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然后这个 Bible，这个大写前面可能要加个的吧。然后这种圣经加书名号的话，它是66卷，这个中文是和合本吧，或者按照这个翻译的不同是66卷。然后如果是 Holy Scriptures，这个是圣经是没有书名号的。然后它只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出现，所以这点可能也可以说明，就是有书名号的66卷圣经和这个圣经的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在保罗书信里面，提摩太后书他对提摩太说的也是，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虽然那个提摩太很小的时候就受保罗的教导吧，但是如果是从小从明白圣经这一点，可能不一定是保罗的书信吧，因为这个书名号的圣经是包含了这个保罗的书信。然后，但对史维登堡的著作来说的话，这个 Holy Scriptures 的另外的同义词是下面这个，他本人出版的一个是教义的圣经篇，这个 sacred 它也是神圣的意思，然后这个应该是同义词，所以说那个圣经，按照史维登堡著作的话，它的等义词是 the word，就是这个圣言，只是我们现在之前应该最早是宇阳翻译的吧，然后翻译成这个圣言，原先可能也是觉得这个词不太好翻译，然后反正大家也都知道这约翰福音。1章1到3节，the word 它也是这个道的意思。若是从这个等要性来说的话，这两个是相等的，就 the word 就是这个圣经啊，只是说先目前用这个圣言的这个翻译方式。然后另外还有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出版的这个书，先知书与这个诗篇简论，因为史德茂他本人出版的书，它是只解经只解了3部嘛。然后一个是那个创世纪、出埃及记，还有那个启示录，那剩下的呢，就包括先知和诗篇，它是有解，但是那个解经的方式是他本人的这个手稿。然后比如说，诗篇，第1章或者前面1到3段或1到几段，他只是用几句话把它概述了一下，而且是个手稿，是比较很简要吧，简要一种方式。所以当然，应该还有一个网站，应该还有一个外文网站上面。记得以前雅各经文好像也分享过，就是他把这所有的圣经的，包括四福音的，它里面这个内义，然后也都有一定的这个解释，但那个解释很多部分也是从这个来的，因为神老著作本人出版的话是没有这个先知书和诗篇的，是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解释吧，这个当然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了。还有另外一种未出版的书籍是容易啊，其实为什么要讲这点，就是它如果作为教会多人的这个共识是容易起争端的，就比如说你像这个灵界日记。保罗这个状态，这个当然都是老生常谈了，就容易说保罗现在目前的这个灵性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会有一些不统一的这个意见吧，然后容易引起这个分歧。如果是从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个史维德堡本人他因为去世的时候他也没有后裔嘛，他也没有指定谁继承他的东西，这个灵界日记应该是他个人的日记。所以，当然，我相信后人这个出版，他也是从一个，也肯定也有主的这个带领，然后把这个出版出来。但是理论上，因为他是个人的日记，好像我们自己个人日记，然后可能在离世以后也没有指定这个受益，最终的这个所有权的受益人，但是别人就把你的相当于私人日记给公开，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这是他的一个私人个人的一个日记。然后我们这个十八本的著作分类，我大致分了一下，因为有一共有四类吧。我们先说这个头两类，一类是那个教义类的，教义类它这个就会在书名上就会体现哈。你看 NGHD 新耶路撒冷及诸天教义，然后教义主篇那个原文是那个 Doctrine of the Lord， 同样这是诗篇教义、圣经、生命还有信仰篇，然后还有个教义略论吧，或叫教义纲要。然后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他的这个，这个书名的这个引的这个圣经的原文，还有他的结论。然后另外就是这个真实的基督教哈，这个也是教义的，因为它的副标题是基督教的神学，然后是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二十一章所预指的啊。所以这七本是教义类的，然后有两本解经书，他自己出版只解了两本，一个是《天堂的奥秘》，然后十二卷里面的话，他解的是出埃及记还有这个创世记，然后揭开启示就启示录解经了啊，一共是两本。然后另外，但我不定这个分类不定准确哈，因为我把剩下这些归为这个教导哲学或者叫说明类吧。白马实际上它开篇也是一个解经，解的是启示录二十章关于白马的含义，主带领天上的众军这个白马的含义，后面解的是这个圣言吧，或者我们通俗讲就是圣经了。圣经的它的内义，然后包括的各方面这些对应啊，一些原则，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最后的审判，然后圣爱与圣治啊，甚至婚姻之爱、灵魂与身体的相互作用，这个是属于教导方面相关的啊。还有一类就是专门是见闻类了，当然这个像之前这个真实的基督教，它其实包括很多婚姻之爱，它后面都会附有这些见闻类的，比如说。翻译成这个水野翻译成祭司一、祭司二、祭司三，这些都会有见闻。但真正是归于这个见闻类的话，主要是这三本吧。这天堂与地狱，然后宇宙中的诸地吧，或者是宇宙中的星球啊，然后最后的审判序，然后最后的审判序讲的其实主要是 TCR 后面就是不同国家他们的灵性的这个状态，其实跟那个是有重叠的。所以见闻类的话，主要是有这三个。所以这个第三部分分的不一定准确哈，大概是有这么四大类型，我后面会讲到可能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啊。然后因为其实之前包括广明老师提出来的，还有也上过一次咱们那个周三课程，宝寻牧师提出来的，就是要对于这个圣经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我也思考，也有一些思考，我觉得这个观点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所谓的某著作和这个圣言的这个争议吧，或者叫圣经啊，待会我们会有这个圣经的这个定义，它不是书面好的圣经啊。这个争议还包括这个教会的分裂，因为现在我们大家一起学习有一段时间了，本来之前还是有一些，可以说有一些这个避讳这点吧，就感觉好像新教会都是好的，啊人也是好的，教育也是好的，发展也是好的，过程只是说这个过程方来说不是很多人知道。但实际上因为这个观点啊，就这个所谓的某著作是不是这个圣言，它分成了三种观点，然后这三种观点居然可以导致这个叫新教会的分裂吧，或者我们通俗意义上讲叫做所谓的某这个宗派的吧，它当然是基督教哈的分裂。以下有三种观点哈，著作是圣言。好，第二种观点是著作不是圣言，是对圣言的解释。好，第三种是著作里面因为它是圣言嘛，所以圣言它又有内义，所以里面还有更深的含义。所以圣言本来是解释的这个圣经内义，但是在所有脑著作里面又有更深的内义。好，就是三种不同的观点分为了三个不同的支派，想想也是挺，本身人就不多，居然分成了三个支派。这个一和二的分裂是在1850年左右的时候，而且在50年之前吧，就是这个新教会的发展，你也会叫斯维登堡宗派的这个基督教的发展其实是很快的，那个时候人数可能有万人哈，在那个美国那边，在相对那个时候人口是比较多的，发展速度也是很快，因为毕竟没多长时间嘛，几十年发展能到那个程度。但是自从啊这两种观点分裂了以后，整个新教会的这个发展可以说在西方是停滞了，就是人数上是没有在，用按统计数据来看的话，它人数上是没有再增加，或者是长期保持一个不增加，或者是增加的这个斜率或速度是很慢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三种应该是在大概
这个具体忘了，1900年吧，或在1900几几年的时候，在后面的时候，然后又兴起了这个支派，但是它人数是很少的哈，就等于说，即便是你对咱们对这个，或者是读斯维堡著作啊，有大家有不一样的看法或怎么样，但是最后居然可以引起这个教会的分裂，而且这个分裂并不是说大家就是意见不一样，然后各自就可以学习这个斯维堡著作。然后也是合一状态，它这个分裂意思就是至少第一和第二，这个有一点这个老死不相往来的感觉。最近可能是好，因为是新时代本身就人少嘛，最近是很多合作很多那个，但之前是很长一段时间这两个是不相往来的。这个第一个宗派就是 General Church， 名字也可以叫新耶路撒冷教会吧。然后第二个宗派就是主要是在北美嘛，它也叫北美的这个叫斯维登堡的这个教会。然后第三个是叫这个诺亚吧，诺瓦的这个教会。然后我想表述的是，这个是极其愚蠢的，因为前两者发生这个分歧，1850年代发生分歧，教会分裂，教会人数停止增长；后者是1900年代出现，人数是极少的，大概是一种现状吧。然后我一想，有时候看到这个，前人吧，或者是之前的，在西方的那个状态。所以我想想国内或者我们未来吧，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即便是大家对这个教义的或者对某一种认知的不一致，但是为什么一定要造成这个教会的分裂？而且即便是出现分裂，它也不是一种很合一的状态啊，就是互相之间偏一种这种冷漠吧，或者咱不说敌对，至少是冷漠分隔的状态。所以应该警惕不重视这种仁爱而出现的人为分裂，因为都在寻求最正确的真理，那斯维登堡著作是真理，真理里面还有真理，这种情形是也是要引以为戒吧。其实像这种啊，斯维登堡著作是不是圣言，这一类型的问题是同一类问题，我举了以下几个。请问三角形是不是黄颜色？三角形是一种形状，它是不是黄颜色？这个是什么？因为这个本身的问题它逻辑就不自洽，你可以说某个图有黄颜色的三角形是不是黄颜色，因为你这问题本身就有问题。再比如说，上帝可以举起一块石头吗？好，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他能不能举起一块石头？他如果举不起来，那他就不是全能的，他是全能的。所以总有这样的一种，好像看似在人间看起来一种聪明巧妙的问法，但实际上这是属于一类的问题。还包括你像仁慈的上帝为什么制造世间这么多苦难？那既然仁慈的上帝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既然上帝是仁慈的，那为什么会有苦难？他会为什么会制造苦难？所以说很多还包括咱们原来教会里面三位一体吧，这个都是人为的一些观念加在圣经过程当中。那咱们回到这个问题，斯维登堡著作是圣言吗？或者它是圣言的内在含义吗？或者等同于圣言吗？斯维登堡著作任何一本著作从来都没有出现斯维登堡著作这种字样，因为他斯维登堡他在写这个著作，他不会说他出斯维登堡著作，他只是会在比如说他写白马的时候，他会引用比如说 AC 具体是哪一本书，然后他里面的这个 书号就是那个这个序号，然后多少段多少段他会这样引，他从来不会做一个整体，他会引啊，好，我斯维登堡的著作是什么，因为这个词本身就没有出现在斯维登堡著作，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就好像三位一体这个词也从来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有时候逻辑不自洽的问题本身它就是一个，就是本身就已经成为问题了，所以有时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那就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因为找一些经文，因为发现这个还是很重要嘛，它因为毕竟造成好像这个历史上实际的分裂，还包括我们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不同意，我觉得可能跟这方面也是有一定关系，但这个只是个人的一种这种分享啊，虽然但是每一条每一句都是斯维登堡著作的原文引出来的，有更有趣的，但是大家可能理解不一样，我们可以讨论吧，就全当一个抛砖引玉。斯维登堡著作是不是圣言，或圣言内意？圣言是有定义的，在斯维登堡著作里面 ，AC 天堂的奥秘，10325节和白马第十六节吧，或叫第十六段，更准确来说是有定义的。圣言的书卷它一下明确定义，只要圣言的话，它肯定是有内意的，而且有外意哈，不含内意的书卷不是圣言。这里面特别强调了，讲到定义已经下好了，旧约当中哪些是圣言的书卷，新约当中哪些是圣言的书卷，这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哈，一直到列王记上下，所以历代记上下是不是圣言吧，
然后从这个是诗篇，然后是这个先知书啊，这些都是啊，还包括你像那个传道者书啊，那些就不是。然后新约中属于圣言的书卷，这列了四本啊，四福音加上一个启示录，然后其他书卷是不含内义的。然后这里面还说得很明确，约伯记是含有内义，但因为不连贯，所以不在圣言之列。你这个是已经很精准了，就下来这么一个定义吧。然后这边我用英文吧，还是用英文原文这样解释可能比较好一点。在这个《天堂奥秘》1772段中，其实有这样的话，主的神性，怜悯，我也被许可以同样的方式被许可看到主的圣言的内义的美妙，然后也看了很多次。好，这句话加出了这个言语。被解释圣言的细节，not as it is why the words are being explained，就圣言内意是无法被语言解释的，在细节处是无法被语言解释的。好，这是一段，然后另外是 AC 1872段吧，或节吧。我被告知这些事物，这些由圣言内在含义内意的事物。不在人类的 human comprehension，不在人类理解之内，所以其实圣言内意是不在人类理解范畴之内的。然后后面还引了内意超越人的理解是 AC 3085，还有 NGHD 就属天教义260节，还有这个白马第11节或11段的这个内容。在圣言看这里，the things present here in the internal sense。就是内意呈现的事物无法被描述，无法被聪明的描述。这些事物被描述是超越人类的理解的。还有这里 NGHD 260段，圣言就其内意包含数不尽的事物，也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这个白马第11段也是同样的。圣言的内意超越人理解，而且在 AC 3085节和3086节都有同样的表述。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所以那么著作原文吧，这几个著作里面来看的话，应该是 The Writings，它应该不是圣言本身。或者这个圣言如果是翻译上，其实有时候也觉得很怪嘛，因为圣言是神的话，或者最准确的翻译是主的话。如果是按照这个圣言这个翻译的话，应该是神圣的语言，但神圣的语言还不是圣，不是那个神的语言，就神圣和神性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如果神圣这个词的话，它有两个含义嘛，英文是那个 holy，就神圣的，它也是圣洁的意思。然后包括你说那个约柜，旧约里面约柜是至圣所，还包括我们要成为圣洁，就是人他是可以，目标是成为这个 holy，这个圣洁会，但是人是不能成为这个 divine。就是神，所以这个翻译本身，当然我们取了现在用这个圣言，它不是个基督教体系下的一个用语吧，所以这个翻译上可能，也需要拿捏一下吧。如果是按照史威登堡的这个解经，或者是这个新教会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应该还是等义词是圣经哈。但圣经我们刚才也说了，它是有明确定义的，这个圣经和书面上的圣经是有一定不一样的，它凸显这个圣经的重要性，也就凸显了就是我们也上一次讨论这个圣经。自己还是很重要，就是说不能只有著作，这个圣经也很重要。然后呢，是不是好像这个他史威登堡著作不是圣言，或者不是圣言的内在含义，这个新教会的这个体系就没了？那肯定不是哈，这很重要哈，更凸显了新教会教育的重要性和史威登堡著作的重要性，因为他在这个是真实基督教779段吧，他特别提到了，用这个还是用英文表述吧，主的第二次降临。Second coming of the Lord，生效是因为是借着一个人的方式，然后这个人的话，主是亲自显现于他，并充满他的灵，所以这个人他可以去教导这个新教会的从主而来的新教会的教义，借着圣言的新教会的教义。所以如果咱们可以断下句，主的第二次降临，这对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方式是借着这个一个人，然后能把教育给教导出来。那他是什么？这个 that 他应该是 so that 一遍啊，
但如果你把这前面的这中间这环节吧，或者定语也好，或者这种语言的体系，你把这个略掉的话，主的再来是应该是从主而来教义的再来啊。就是如果是光从字义去理解，我们有这个字义的话，在圣经里面，因为很多时候，特别在旧约里面，耶和华那肯定是一个相对来说，比如说出埃及记里面这样的这个实在。当然以字面解经，我们当时也学习了很多，就比如在传统教会吧，或者在家庭教会里面，这因为法老的心刚硬，这个解释也是可以的。但是总是在很多其他的地方你能看得到，因为人很难理解旧约的主嘛，所以那个状态是一个神观是一个比较残忍的神观，就是正常人去看，就是没有这个教导或者没有人带着这么去解经的话，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新教会的教义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教会的合一是怎么合一，一个是教义的合一，而且这就是圣言吧，或者叫圣经的很重要，因为有了圣经的字义，教会就合一了。因为如果只是所谓的卯做的都是二乘天三乘天，当然它是二乘天三乘天的信息嘛。然后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是要遵循这个实践，这个是实践里面在圣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另外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仁爱吧，其实这个仁爱在 TCR 里面应该讲的是更讲是我们日常的工作，这个才是仁爱啊，不是说一个简单的去给这个什么穷人钱，或者是给乞丐钱，或者是做这些，因为那个都是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形式，真正的核心是在工作中能否做到由主而来服务他人的这种行为或者是心态啊。然后想问一下新教会的教义是什么，因为这就刚才就说到新教会的教义是主的第二次再临啊，如果是这么断句的话，那么所谓的著作关于教义的是哪些书籍啊？就是之前解的在七本书，然后这里面我列的是这个新教会教育纲要吧，或教育略论这本书的第43节，还包括 TCR 1到3节的内容，它写的很明确啊，这是新教会的教义。也就是说如果关于这些灵界的见闻也好，或者那些见闻也好，觉得比如说宇宙中的星球吧，或者诸天，你认为那里面所有脑出版了，但是它里面内容好像不能接受，比如说月球上是怎么样，或者是地外行星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不能理解的话，去信其他星球有人，或者是有灵，这个不是新教会的教义哈，你信他那个是得不了永生的，这个才是新教会的教义。就是这五点，如果简明形式就这五点非常重要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也是 B1 的或者是 TCR 这两本书最重要的这部分，它一共是五点，有这前面两点是对着信来说，这么两点是对着这个叫仁爱，也第五点的话对于生命吧，可以这么简单这么理解，有独一上帝神性三一在里面，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传是传什么，是传爱与智慧，但是那很重要哈，那个是教导还是教义？所以可能有一种观点就认为，既然主他这个叫所谓的著作或者信息也好，他都是爱与智慧，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名字也不用了？就字以耶稣这个字也不用了？好，给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就好像我们祷告时都不用主耶稣祷告，这个可以吗？然后第二点，得救之信就信他，信他就信主耶稣。然后诸恶莫行，因为他们属于魔鬼，来自魔鬼，众善奉行，因为他们属于上帝，来自上帝。这里面可能是诸恶虚避吧，躲避，如果更准确来说的话是必须应当，就是那些恶，这恶因为在原文里面是复数嘛，然后恶是需要躲避，因为来自魔鬼，然后属于魔鬼，然后众善应该是当行，就应当去做，因为他们属于上帝，来自上帝，其实应该是来自于主哈，就更准确翻译应该是来自于主。这个是上帝哦，原文是上帝，那里是上帝。因为 TCR 1到3节的话，应该是他用的是那个宾格 him， 那应该是主啊。好，人必须做出行为仿似自己，但必须相信这些行为来自与人同在，并借着人的主。这话稍微有点绕，就是我们必须要这么去做，而且是主动去做。好像是我们自己在做，实际上是主在做。然后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有一点我发现的是这个哈，这个 him 指的是人，就是我们应当去尽力去做这些，不要做恶事，然后当做这个善的事情，这个
him 它是小写代表我们，不是大写。因为另外新教会六论这有两版翻译，我取的这版翻译是比较正确的翻译，是和 TCL 的翻译是相对的。这个的意思给我的启示，可能我中文不一定能把它翻译出来，就是主必须要和我们一起，要通过我们他才能做。如果他不借着人，他是做不了的。应该表述其实是这个意思，还不是说我们要靠着主做或者怎么样，就是主要靠着人才行，要通过人，要靠着人，借着人，要通过人他才能做出来，啊。所以这一点也是给我一个。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启发吧，就是如果我们光有了教义，然后我们自己没有内在，它是个被动，就是一波一动这种类型，它不是个主动性的去做的话，那主他很多事情他不一定就能做出来。所以这点这种联合形式，它不是像一种被动式的，就是一种形式，它是一种主动性形式。但这种主动形式当然也是我们人自由意志，那当然我们如果能行得出来善，那一切良善都是来自于主啊，这个也是相对应的。那另外，就是之前也提到这个连续层与分离层，这其实是史威登堡著作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吧。特别是在那个什么即便是天堂也分一二三层，然后连续层的意思就是在同一层的话，然后这里面只有中心与外延的区别。如果是在分离层的话，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概念吧。就好像这个组织形式里面，然后从这个细胞再到组织，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这边也想讲讲这个新教会啊，什么是新教会和史威登堡学会的一个分别与联系。可能有时候因为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把它混为一谈了。有的时候，因为如果是连续层的，是可以在一起的；分离层的话，是很难在一起的。待会可能，左边这个照片是铃木大拙先生啊，就日本的一个佛学家，非常有名。包括你可以说日本禅宗的一个开创者吧，包括我们现在的，你像那个，苹果的这个创始人那个乔布斯，他很多的这种禅宗的或者是追求极简的这些哲学吧，或者像这种他的这种这种思流思这种流派或者思维，也都是从这个铃木大拙这边啊，他也传下了很长时间了。铃木大拙他是个佛学家，但是。他曾经翻译了史威登堡著作的这个四本书，包括那个 NGHD，然后，天堂与地狱，还包括圣爱与圣知，还有圣知，一共是四本。如果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的话，他可能对史威登堡的研究比我们还深，但是他因为是偏向于他是个佛学家，所以对他来说，他如果要成为基督徒或者是口称耶稣为救主，这个是很难的。所以他的话，那个时候也是在19一几年吧，他曾经是史威登堡学会的这个副会长，也可以说应该是副主席。所以，如果是从这个史威登堡学史威登堡著作的话，他肯定是有不同的这个宗教嘛。你像这个佛教，或者甚至咱们群里面也有这个伊斯兰，这个信徒。所以，如果大家是在这个层面，然后有这种学会，那这个当然是好，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是要作为一起宗教，那就很难了。因为它是一个分离层，当然，因为我们都是属世的嘛，就属世环节，大家是肯定在一起。这个我们对其他宗教也是包容，但是有的时候包容和这样分别为圣，它是一个过程嘛。就比如说，因为宗教不同的话，哪怕是我们愿意，比如说铃木大拙先生啊，他跟我们一起去，他跟我们去做这种讨论是没问题。你让他跟我们带领我们学习主的话语圣经，那不是说我们愿不愿意或者行不行，他本人可能因为本身宗教信仰不是这个嘛。所以这个是很难成功的，这是为什么？如果很多时候，如果它既没有这个区别，也没有联系的话，这个事情就全部都是混在一起，感觉好像史威登堡著作真正追求主的人一进来，就包括进我们这群嘛，就感觉你这群其实也就应该是比较杂乱一些。然后如果他真正他只是在学习或初步阶段的时候，他也觉得你这信息好像又不深入，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当然新教会。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叫新耶路撒冷，那但是学习这个圣经，学习这个主的话语，所以这个是其实也是某种意义上是连续层和分离层的这个原因。这个合作与联系建立这个机制也是很重要，但这不是排斥其他宗教或者他们的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表述它既有不同又有相同。然后另外就是新教会目前的一个这个状态吧，或者说啊，这是做
就是本该领受的受众无法接受，可以进门的却被挡在门外。本该领受的是谁？史威登堡著作十八本书里面，有多少本是针对基督徒写的？教义类的七本，那个肯定是针对基督徒。两本解经的也是针对基督徒。然后剩下还有三本，一本是白马，因为那个是解经，然后讲这个圣经的外义和内义。还有两篇是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只有基督教嘛，就是比较直接。这里面有一个基督教，这个最后的审判和最后审判序，等于说三加七加二十二本，十八本里面有十二本，这相当于三分之二，这是其实应该是基督徒看的书，但是基督徒因为他一看到史威登堡，或者你看到在这个时代下吧，你看到史威登堡或者这些东西，他就肯定无法接受，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这个思考的。因为史威登堡在出版第一本这个《天堂奥秘》的时候，他其实本人是没有署名的，所以他的名字你说重不重要？但也重要，但最重要是这个新教会的这个教义，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传播形式上是有这样的困境吧？就是大部分的书是写给基督徒，但基督徒就是不看。这个传播方上面，可能我们也需要做一些这个思考吧。然后另外是可以进门的却被挡在门外，就是那些他就是不知道没有知识上对主耶稣有这种知识的人，他们就被挡在了门外，因为你的书都是内义，这个信息的这个复杂程度，而且史威登堡著作本身写的这个是很繁琐的，因为他要写明一个概念，他为了严谨性，他必须要把这概念的背景、概念本身的定义，他要先说出来，然后再说这个本身是什么。比如说，他要讲什么是神，他就要把这个神它的本质和它的这些概念，还包括它的属性，它前面要长篇大论把它铺垫以后，它才会讲神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样的话，你对一般人的受众，特别在，毕竟这个书写的是几百年前写的，你要是给现代人看，真的是很难很难一下能够接受吧？他是有很多人想要接受，但你如果直接这么给他是很难的，他接受不了，因为他不管是理解程度和他的这种情境化吧，或者跟他的生活结合程度，他无法能理解。所以可能这是两个困境吧，就是该领受的他无法接受，然后可以进门，他本来也许他是能够进入新教会的这个门，哪怕是从这个一些比如圣爱生枝看这书他能进来，但有时候因为这个传播方式或者这个书籍本身领受程度他进不来。然后圣经里面的三类人吧，然后看一下四福音，然后的上次也跟大家也提过，就主第一次降世的时候迎接他有三类人。一个野地里牧羊人，另外是耶路撒冷原来圣殿里面的西面和亚拿，以及东方三博士。其实这三种人都是有预表的。如果说我们是新教会或者是主的第二次再来，但他因为他是一个狭义，既是狭义又是一个广义的嘛。如果他第二次再来的话，他也这个其实观点是很非常的，可以说对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冲击性的观点吧。他既有这个狭义又有广义的含义，然后敌对的不安的是哪三类人？希律王、祭司及文士听到消息就不安的耶路撒冷合成的，这个很奇怪。主他本身就是为了耶路撒冷，而且他在四福音当中也说了他的身体和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这个意思，或者是预表是什么，他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然后结果心里感到不安的却真正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所以这个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思考，就是这个是2000年前的状态。那么现在这个状态，到底这三类人应该是哪三类，或者对应现在目前的状态又是什么？可以思考一下。然后另外就是一点点思考，就是咱们还不说英国、美国这些，他肯定史威登堡著作，不管是他自己本人出版还是未出版，这都全部都已经翻译完了。我就说一下亚洲这边吧，韩国、日本，还包括欧洲的荷兰语哈。然后这个新教。你可以说这个著作都已经翻译完了，但新教会却无人问津。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啊，你说这个是教会的漠视，大家无法理解，或者是西方他教会是没落这个状态。那亚洲呢？跟我们相邻近的韩国、日本，他也全部翻译了，为什么却无人问津？我想想，有时候他其实不一定是这个理论，这大家都知道这个理论很好，或者这个教义本身。从这个 understanding，从这个理性层面或者是理解层面是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他就无人问津？就信仰，或者叫新教会吧，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体现在哪里？然后我们是不是真的信？
我找了一张图，但这个不是，这个是玄奘，这在贞观元年唐朝时候，玄奘走了一条道路，他一共走了有可能5万里吧，这样一个道路，历经千辛万苦，17年的时间，然后走完了这条道路，就是。你说他是不是？他肯定不是基督徒。那个时候只有他基督教可能不一定能传到中国吧，或者那个时候景教时期他不是大规模的传播。就是如果作为玄奘，我们还不说基督教啊的那些使徒他们所展现的形式，就以其他宗教的这些这么多年，就是他们自己做出来这种努力，可以看到这条道路是多么的艰辛。如果靠人这么走过去，特别是在新疆或者像这样的地方，很多地方这个也是。现在都罕无人间，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绿洲，但相信也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就这么一路像这样走过来，这种追求真理的心智或者是一种心态，请问基督徒能做到吗？或者现在基督徒能做到吗？或者是我们新教会的基督徒能做到吗？你像基督教在中国，我们讲整体范围吧，就是在大的传播的话，那些也都是，其实很多时候看到他们这种从欧美这样的一种方式，也很多有很感人的故事，还包括为什么，即便是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下吧，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叫，意识形态下啊，是偏无神论的，但为什么很多时候，在建国以后还有很多人，或者在民国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中国教会他自己的兴起，这是因为他们教会做得好，他们真的能够追求真理。当然，我这里面讲的这种传播传教只是一个方面，而是他们的生活状态是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试想一下，如果新教会的每一个人是有这样一种心智，这样一种心智，何尝传不开呢？那不是只是一个理论的一个探求，而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但这个心智不一定是传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日常的工作嘛，就是你在工作当中或你的这个爱心。或者是你的行为或者生命是能够有这样一种感染人的一种方式，又何尝这个东西它新教会它不发展起来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这个还是对于学佛或者求佛的人来说，或者是他们追求真理的人来说，至少在那个阶段那个时期吧，那对于主耶稣他自己，或者叫门徒也好，或者我们叫基督徒也好，其实我想我们需要做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不是一两句话，一个理论上能够马上把它说明白的。然后最后有一张图，这个是复仇者联盟。就想想现在，像这电影或者像超级英雄，然后他都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不像若干年前吧，或者都是比如说那个美国的那种大片都是超人或者是什么。像复仇者联盟这里面有很多人。像绿巨人也好，或者是像钢铁侠也好，就其实我们新教会也是一样的，他不是，牧师当然是很重要啊，比如像宝训牧师这样，他肯定是神的拣选，这个在天堂与地也说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分享模式，因为大家是分享嘛，都在学习过程当中，接触时间也有限嘛，所以只是这个分享过程，就天堂里面肯定也有这个牧师，然后地上这个牧师的权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有另外一种就是，除了这以外。就我们每一个人啊，不是说要靠着牧师拨一下、动一下，而是每个人都是做一个小小的英雄吧，或者自己的一个小小英雄，或者是属灵的英雄，但是借着主，还是一个群体性，大家都自发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主更喜悦的，而且说实话也让牧师的工作也要更轻松一些，因为传统或者常规的话，都是牧师在上面讲，或者是这种也这个讲道过程只一方面。还他这种领受过程都是这种被动的，好像给你还不一定接受，还是比较带有惰性的一种方式吧。我想可能新教会可能更重要，或者是更需要的是大家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小小的英雄，而不是一两个人或两三个人在这推动，而大家一起来推动。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包括刚刚说哪怕是其他宗教借鉴他们的这种精神嘛，当然我们不一定能做到那个程度。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尽力往那个方面做，我相信这个未来是不一样的，而不仅仅是有一个理论啊。行，好的，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这段虽然不是太长啊，但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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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一个是了解我们这个新教会的历史，一个是了解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甚至呢也谈到了我们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你像这个新教会才200多年的时间，已经自己把自己就弄败了。本来那个新旧约出来以后，人们种种的误解，上帝又派了守约的马来给大家来解释，结果自己偏把自己就拴到这儿了。这个真是，这就是我们人类的这种状态，当然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状态。所以这个状态呢，我觉得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有感触。我们确确实实要从这里面要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要看到我们的不足，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能做得好一些，避免人家的那些不好的地方、那些失误等等。非常感谢，这个刀红。有一个问题啊，刚才你说的那个，日本啊、韩国啊都翻译出来了，那些所谓东方的著作都完全翻译完了，这新教会无人问津，这个意思是指的是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里面那些为数不多的新教会没有人去读那些书呢，还是说这些国家里面现在没有形成新教会，几乎就没有新教会？就是像日本是翻译的最早的，因为那是早在1920、30年代吧。你像那个铃木大佐，他不是个基督徒，他都把那个水登堡著作东西翻译了4本出来。后面当然有更多人对这感兴趣嘛，可能这个翻译应该是很早就已经完成了，至少主体的这个以出版作完成了。但因为日本新教会这个怎么说呢？就现在那个 uncle 就我们叫大叔吧，或 John 詹姆斯，然后他在带领。然后原来有一段时间是发展很快的。然后大概形成了，但你说这个人数话，相当于这个，比如东京地区可能有100-200人吧，但是人数也很少了，但也形成100-200人。但是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后面可能，怎么说呢？他的其实还是一个，就大家对这个理论上是都认同，觉得这肯定是真理，肯定是从主而来的。但是真正在一起，比如说侍奉或干嘛，这个很难，就是人的或者教会都，这个问题嘛，所以。像现在居然比那个时候人数还少吧，可以说它是一个比较波折的一个状态。然后韩国的话，基本上也都翻译了，韩文，但是因为人数可能也就几百人这个样子，因为 uncle 本身他也是韩国人嘛，然后也会比较重视，但是人数就是还是比较少，就等于说这些书籍也好，或者是网络的这些翻译也好，其实日本人、韩国人，他们如果是要找寻，他们是肯定能找得到的，而是肯定能找得到的。然后新教会内部他肯定也会读，但是就是作为这个新教会这个或者叫神的堡宗派这个群体吧，那人数就是很少。这个所以，这也是我觉得一些，需要正面面对吧，正面面对的一些这个状态也好，或者是甚至是问题也好，我觉得只有了这个，我觉得未来，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于这个好像，偏这种消极，因为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真正从我刚才放的一张图，就是玄奘他5万里从中国洛阳到这个曼陀罗寺到印度，这个过程他走过去这么艰辛，他留在历史上留下名了。但是这是因为有在魏晋时期，在早在他100-200年前就大量人走这条道路，只不过很多人他已经尸骨就埋在那里了。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既然玄奘走过去，因为这个佛教毕竟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也就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印度那些叫所谓我们叫这个高僧吧或者僧侣，他们就历尽千辛万苦，其实这条路就是他们走来中国的路，中国才有佛教，所以玄奘也才会过去。所以也就是经过佛教的传播在中国，包括你也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这个本土化吧。这个过程都经历了很多很多年，它不是说一两百年、两三百年就算下去，而是多少代人，人人志士可以说，他们朝这条道路去走。但我们新时代肯定有新时代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或者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心智是那个年代很多人、多少代人他们积累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这也可以说打好基础，或者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在一个是什么样的世界一个状态，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改变和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因为就是刚才我看到听到这个，就是因为对斯威登堡的剧作和圣经的这个观点不同啊，就分裂了。这个我就是觉得这个，这个人的这个血气吧，传统的基督教啊，那也是成千上万的宗派，就是反正就是自己的最正确了，或者是什么。所以刚才那个道光的分享的里面有一段话，就是寻求最为正确的教义。实际上，最正确的教义在我们人这里是都是一个很有限的，都是在某种意义上那个绝对的，因为上帝的奥秘，我想是我们现在是吃不透的了。因为你要把现在把神都认识清楚了，那怎么可能呢？因为神是无限的，所以说所有的真理啊、教义啊，它都是相对的。然后呢，每一个人呢，因为他有他的爱嘛，他的这个欲望啊，他的爱，他这个也肯定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那还是要站在这个仁爱的角度，要互相包容，就是，就是不能够用一个100%的标准去衡量周围的人。我们自己所认为的那个100%啊，那可能也可能是不一定正确的。然后呢，我一直记得斯威登堡说的，就所谓最正确的教育，那就是能够帮助一个人，让他更加仁爱、更加爱主和爱人的教育。所以呢，每个人的这个灵性的状态不一样，他有的时候就适应他的那么一个，对吧？我们可能看来还很 low 的那些东西，那可能就是某一些人，他就是那个灵性水平，他已经就是很适应的了，能够让他更好的去改变。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呢。我最近看了一个古文嘛，是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面一句话叫己所甚欲，勿施于人，就是我们自己特别特别认为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也不要去强加给别人。所以我就提到了这个，还是一个从我们的祖先还是在圣经上说要包容，所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爱中联合合一，而不是在一种教义下面这个联合合一。那个因为这个教义它跟每个人，对吧，对他生命的影响可能真的不一样。一个人很有感觉的教义，对另外一个人可能真的没什么感觉。他可能就是其他的一个东西对他反而有很大的引导。所以呢，我就是有这样一个感想，就是跟大家。这个我还想起了一句话，就是教会里面经常说我们在圣经中合一。那么这句话现在我更能明白，就是说如果我们对内义对这些外义可能有共同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在圣经中合一。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是一本圣经创造了这个成千上万的宗派，实际上是不能合一。所以在圣经中合一这是一个幌子，是遮盖人们这个丑陋的软弱的那个自以为是的一个遮羞布，就是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做到。所以我们也千万也不能够类似的，就是好像在斯威登堡呀这些剧作或者是这些新教会的这些下面呢，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当然了，那些教义当然我觉得新教会的教义它是很基本的那几条，这个上面的会议大家是没有问题，但是对里面的一些理解啊或者偏论呢，真是要尊重个人的一些情感，我就想到这里。我那一年，前年吧，第一次找到这个布里斯班的新教会的时候，那我找到他们那个电话号码，我给我找到 email 给那个牧师打了信，问那早上我写的 email， 我问他，我说你们今天几点崇拜？他没有告诉我几点崇拜，他当时回答说 We are doing the
Today we are doing the abiding the vine， 它就是它这个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它都是这同样一个主题，就是连接到葡萄树上，是这个意思。我当时不是就不理解为什么，后来我到那去了以后，他后来跟我说，他说我看到你的 email， 我以为你是一个推销你的产品的一个广告人员，他没有认为有人会对他们感兴趣。但是当天那个印牧师呢给我说了一句话，说你们中国人是有福的。哎，我这话也有想了好久，因为他看到一个中国人来到新教会了，他非常高兴，大概有几个礼拜一直在约我去，因为我们两个在一个区住，离得很近，所以连着几个礼拜，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时间约起来，让我到他家去，我们坐着聊。后来我慢慢了解到，他对于向中国人传属于登堡的这些道理、这些教义，非常有热情、有负担。这个当然我也问过，这个为什么教新教会到现在就这么弱小，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我感觉到好像他们也有苦难言，或者有难言之隐吧，反正是没有人给我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今天这个道宏讲来，我觉得非常有用处。哦，原来还有这么一些问题，原来我知道历史上这个新教会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热，很 popular， 哎，但后来很快又凉下来了。但是为什么这样凉，我一直还弄不清楚。那么这个历史上的这些现象，这些前人已经走过的弯路，应该说对我们来说是很有价值的，真是很有价值的。我们老去追求那个教义上的正确，觉得好像守卫登堡给我们揭示了圣经的真理，哎呀，它有更深刻的东西，那么就是更好的东西，那我们是最最最好的，我们是比别人更强的，比传统基督教会更好的啊，老是有一种好像这个高人一等的这种心态，我们就把自己就拴到那儿了，反而是让人家更认为自己，你本来就认为你是个异端，那你结果你这个老批评他的话，他更反感。所以刚才这个陶晨说了，我们不是要以教义作为标准，而是要以爱。当然这很难很难做的。所以都把这个书里面也有这么一种基本思想，就是说，当你掌握的真理超过了你所掌握的爱的话，哎，你上不去。迟早你的真理，你所达到的那个高度要被你的爱所能达到的层次要拉下来，它两个必须是平衡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我前一段时间有的我觉得很苦恼，哎呀，我看不到这个基督教会有什么前途。后来慢慢想通了，我觉得不要想着你做什么大事情，不要想着好像要去好像在这个基督教业界啊，或者在中国人的信仰上就造成一个大的一个运动，或者形成一个大的这个兴起，绝对不要有这样的好像不切实际的这种妄想，切切实实做好自己，哎，切切实实检讨自己，自省自己，看看自己哪些地方做的不对。我经常发现，我经常后悔，我人生中有很多很多这种荒唐啊，这个差劲儿啊，这个不管是思想是深处的还是行为上的这些不足之处，经常感到有一些哎呀，怎么当初那样做，哎呀，怎么那当初那样想等等。当然这人生好像也没有十全十美，不过我觉得在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呢，能够不断地克服自己或者省察自己，应该说是一个往前进步的一个表现吧。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刚才那个我看这个庆学家，我看他写的那个，就是因为人们好像不接受啊，或者说这个接受的，我看庆学刚才都说了，没有人感兴趣，新教会形成气候啊，没有人感兴趣的原因呢？我觉得一个原因吧，
人们追求信仰都要追求那是廉价的信仰，非常方便，你我只要一信马上就得救了，哎呀什么都好处都来了。这个属灵祷告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啊，大家都已经认识到了，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属灵祷告的有一些东西的描述是比较复杂，或者比较甚至可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有点啰嗦。这种情况下对于普罗大众来讲很难，他一般的就是圣经他都不愿意读，很多似乎很虔诚的基督徒圣经都不愿意读，他没有那个能力或者没有那个心思去下功夫去读。你想想这个属灵祷告这样复杂的东西，他一看根本就觉得太复杂了。不光是他们，我不知道，不光是我想象别人，就像我们这一块学习的这个一些弟兄姐妹，我都听到有人讲，经常讲，哎呀太复杂了，太难了。所以我就想我们在学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自己，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们已经开始动了，像我们这个马弟兄已经非常热情的给我们在不断的在写文章，哎，还各位大家都在积极努力的在写讲自己的这些感受。如果大家把自己读所谓登堡的书的过程中感悟到的，把他的某一章某一节某一本书用简短的简洁的话，又明白易懂又很朴实的话写出来，哎，这样可能很有好处。其实让大家看到很简单的或者很简洁的，就看到哎呦它的核心教育在这儿，或者那个问题上，哦，它是基本上核心点在这里，让大家很明白，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懂，这个可能是一个不可少的一个途径吧。我就想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想说一下我的感觉啊，就是关于新教会，发展前景好像不明朗。就我自己的感觉，虽然我接触属灵灯宝时间不太长，但是我听大家的只言片语，还有我对这个属灵灯宝的这个著作，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大家好像，就是非常的不屑于或者是不太看重这个形式上的传福音。就我还是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问刘广斌弟兄，我说这个传福音为什么新教会没有注重形式上的传福音嘛？那如果这样看来的话，就是从最显浅的这个层次上来说的话，是不是因为我们缺失了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形式这一步呢？像其他传统教会的话都会有一些活动嘛，就是不管是怎么样，不管是你在大街上传福音单张还是怎么样，他都有一个渠道，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热心。但是如果是你不看圣经上关于传福音的那个教义的话，或者是教导的话，你只看使徒登堡上面的话，那内容的话，使徒登堡它的里边就是没有说到怎么样去宣传福音，或者没有说到就是说这种实际操作上的东西，那这些是不是需要我们额外来补足呢？或者说我们如果说在形式上就是规划一些活动的话，是不是就和史威登堡说的东西相悖呢？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它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它只是说你用你的智慧，或者你根据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和教会发展的情况，你去人为的做一些计划，能让这个东西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觉得就是这个观点摆正的话，也没有必要就把它说成是一个什么宗教式的宗教化的或者是格式化的或者很僵硬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就是不属灵的那种。我觉得这是可以互相补足的。
因为我理解就是之前为什么讲就是过往这个教会的发展，那个是在西方哈，那个不是在我们国内。你其实想想我们自己的这个发展，如果按这么算，其实也不算慢了，还是蛮快的，因为新时代这个背景不一样嘛。但只是说，过往的教会的发展，有些东西它并不是从主而来的，它可能西方的文化，就是有时候这个教会和这个西方这个文化这两者经常是在一起，所以我们国内如果接受的东西的话，两者都是怎么说也很难做一个区隔，好像都觉得他们是一回事。你比如他们可能更注重这种理性，或者是像这样子的，比如你像欧洲有那么多小国家嘛，因为大家都他的这个行为模式这样子，那我们中国是个统一的这么大一个国家，然后历史上这种历史也是不一样的，就大家可能包括那个 charity 这个仁爱，其实也就是那孔子所说的仁，所以这个文化不一样和这个教会它还是这两个东西还是有一定区隔的。就是像西方的这种教会发展历史，因为它其实往往是有不好的或者是有这个问题，相反是我们可以能够借鉴的。你像真正我们从国内到现在也就10年多一点的时间吧，你像我们现在有这个课程啊，然后你看大家很多还都没有见上面，然后就有这样的课程，然后我们的网站也有了，然后幸亏是ED学弟姊妹还翻译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刚才也不是说这个翻译内容不重要，翻译水母著作非常重要，就等于说我们现在这个体系还是有的。而且说实话，真正做这个新教会也好，或者是这个事情也好，大家施工一起这样合作，其实也就是这两三年。你像所以说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然后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吧，比如说你像那个就以美国的比如说90年代或者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吧，这个 New Age，但是我们这个含义肯定不一样啊，这个主的这个教义和单纯讲有神观的这种 New Age， 就是这种新时代这种运动吧，这肯定是不一样的。但它那个方式，其他也可以想想，你像那个 New Age， 包括你像我们国内现在接触的奇迹课程、与神对话，像这些，反正他们的讲的就是有神啊，至于神是谁或什么样，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主观感觉或者他写的这个书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你想想，这些人也是经历了好几十年了，到现在也得30多年吧。写那些书的人，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有些，等于说他们的这个发展，也是经过了，也可以说10年一代的话，也通过几代人这个努力，才把人推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吧。你像，其实我们这种传播方式上，也可以借鉴他们的传播，但内容肯定是我们是这个叫。这个叫新教会的这个主嘛，基督徒嘛，或者说当然也因为国内的环境的这个因素，可能要做一些这种调整，所以想一想应该还是会有这个更好的办法。所以刚才讲的只是这个历史，但是那是西方，也跟西方的文化吧，或者他们的性格或者他们的这种状态是有关系的，就我们需要避免是他们走过那些弯路。所以我倒是觉得看到了，我之前很长时间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对新教会也刚开始，我第一次读完这个，读到那个真实基督教，我是非常感动。然后我看到网上有这个运营当今的网站，马上联系了。我相信大家，包括你像陶老师和ED水姊妹，刚开始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现在还想是非常亲切的这个状态，然后心里也是充满了感动。我觉得后面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哎呀，怎么好像还是这个样子？但现在我的想法又改变，我觉得这个前景还包括这种发展，其实跟着我们的这种改变，因为主要也是主做，我们真的能够服在主下面的话，我觉得其实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中国这个文化是比较适应，真的很适应新教会的东西，它是很多东西这观点都是非常相通的啊。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吧。这因为毕竟学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本来这个叫教会一些历史或者一些分类吧，可能不好的东西讲的比较少。但我觉得现在也是因为大家这种信仰也是比较坚强吧，因为毕竟也学习也有这么长时间了啊，所以想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好，感谢主，谢谢那个道宏弟兄今天晚上讲的这个知识啊，增长很多很多，听得非常好。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知识点蛮多的，真非常喜欢道宏弟兄分享的信息。刚才那个姊妹呢讲到这个传福音，其实道宏弟兄也在这个讲课的时候提到这个新教会的发展，那我觉得这个一点难处都没有，我就想讲一下我这个里面的这个领受。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新教会的
这个教义呢，从主啊借着史威登堡这个给幕后的人呢，而且经过了200多年哈，它之所以没有大面积的普及，其实是非常非常合情合理的，不是不合理的。大家想一想啊，我们不要从人的角度去看，教会的传福音啊怎么样的哈，我们从人的接受的这个容器来看，那也就是说，神开始这个当这个古教会堕落以后啊，神拣选了这个亚伯拉一个人，然后到这个雅各一家，然后到以色列一个族，他为什么不开始的时候就是向全世界呢？他从一个人开始做，对吧？那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整，就是讲这个旧约圣经啊。可以说是圣经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书信，绝大多数的文字啊都是旧约嘛。旧约就是写一个弹丸之地，一个迦南地，对吧？啊，它而且都是一些对应。那么也就是说，圣经它是天堂和人间的这样的一个纽带。既然这么重要，为什么只在那个迦南地啊去做这个工作呢？因为我相信啊，它是以一个什么，就是只适合以色列人。作为一个好像一个器皿啊，而且他也是为整个人类呢做预备，也就是说时间并没有耽误。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预备好了以后，在短短的那个这个时间内呢，就传到这个亚洲、欧洲，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很快就，尤其到最后这个欧洲这个福音大复兴，对吧？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那个小的国家的预备呢，就是到了那一个点，到耶稣基督的那个点，到使徒这个点，一下就爆发出来了。几千人、几万人，甚至，整个的大面积的这个亚细亚就悔改了。那么，我相信这个新教会的发展也是这样。新教会的发展呢，就是说，当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具也好，文化也好，他的心呢，就是说他的心灵这个器皿啊，尤其是这个理性的这个器皿预备好了，到末后几年大爆发。也就是说，像这个，这个以色列人预备了很多年，然后到新约时候一个大爆发一个点，对吧？那也就是说到。新教会肯定会有一个大爆发，这个大爆发，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就觉得它就是个大爆发，毫无疑问，就是说这个中国呢会成为一个这个新教会的一个这个大爆发的一个点。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预备好了，借着这个互联网，借着所有的这个人的知识水平啊，那么它可以读懂。瑞登堡的书其实有很多相同的内容，刚才那个刘老师也说，它好像真的很繁琐，但是它是作为一个学术的一个研究。就说让人，就说没有漏洞，他但是我们领受他的时候，不可能说像一个学者一样在那里去一点点推敲。但我觉得这个他的书好就好在里面，既准确，又能够这个我们就是讲很快的就读下来就能够抓住他的要点了，就知道关键就是说，即使推不翻，作为学者你作为一个哲学的观点你推不翻的，更重要的是呢。他有一有据以后呢，我很快去领受他，然后我就知道如何去行。我觉得他提供的重点不是什么教义，而是指导我怎样的去经营我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信仰，对吧？那个信仰是非常的清楚，对属灵的事情，那对灵界的事情就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知道，而且教义也非常清楚啊，就是例如说三位神呢、一位神呢，还有这个遵守10条诫命去生活。那这些非常非常，就是他虽然说屡次讲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清晰，他这个这样的信仰是再单纯不过了，适合所有的人类，包括这个这个孩童一类的，包括这个很有这个很成熟理性的人，他适合各个教那个各个这个阶层、各个灵性、各个就是说阶层的人们，所以他是一个全人类的，他是全人类的，毫无疑问，他是所有人的祝福。如果人们肯定发出，那么。这个史威登堡的书肯定会成为这个全世界的祝福，我一点都不怀疑，就是史威登堡的书将会普及到人灵性的深处。那么至于这个刚才那个姊妹所说到这个传福音，肯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工作，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史威登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降临呢，那人类的大觉醒啊，它是灵性面、灵性层面的。至于怎样组织宗教，例如说这个，我们如果再想用我们的这个理性逻辑，而不是从这个史威登堡的这个书信里面呢，就是获得生活，而是继续获得这个教义，去推广这个教义，我觉得不必了，因为你是死的东西。教义不管这怎么样子，你搞来搞去不会超过这个天主教，它的权柄、它的架构是多么的严密。你想去建立这样的一个宗教，不是以生命去建造。上帝不喜欢，上帝喜欢的是生命，不喜欢的是这些架构，
不喜欢的是这些童子组织，对吧？他已经不能够人已经不再喜欢这些。我感觉的人类所追求的，就像我感觉的是像习近平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要是有什么这个宗教的这个壁垒或者是国家的限制，到最后怎么样，整个人间要成为天堂。就是说大家即使保持着各自的差异，因为不可能每个人的爱欲都一样，但是呢他借着这个整体的真理和对神的信仰，他有一种这个整体上的联合，他有一种整体上的联合。所以这个福音到最后呢，就是说他会统治整个人类的灵性上，大家都会上升到这样，而不是一个在像过去一个壁垒式的一个宗教，像这个犹太教呀基督教呀，我发现它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成长的过程，直等到瑞登堡这个著作或者是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全人类那些一千年那些痛苦啊，因为这个灵性错误的信仰导致人类的痛苦，甚至战争啊厮杀就完全的结束。那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灵性的大觉醒，我们一点都不用在这个为神担心啊，就站在神的这个角度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史威登堡的这个著作要被接受的话，说那个面积和那个深度啊，尤其在人心灵的深度，它是完全超过任何一个时代，超过犹太教，超过基督教，超过这个天主教，超过所有的宗教，对吧？那么这一次的大复兴，我相信至少我就感觉到这个它是有用的。我不再去想为了那些就是有架构的那些宗教组织而热心，他其实他就说没有那些组织很严谨的这个组织，但是他如果能够深入我们心，让我们能够跟灵界联系起来，跟这个找到生命之源，找到喜乐之源，找到圣经的解释，那天天心里面哪里是我刚才那个刘老师说的一句话，说啊，那个瑞登堡的书这个读起来很繁琐，我倒是没有一点都没有觉得，反而我每天读一天都觉得非常的甘甜，不是那个繁琐，因为你要把它反反复复，你觉得是，你如果去研究它，你就会繁琐，但是如果你去吸收它，你就觉得甘甜。那我们大家就是说，如果说整个的这个人类都去吸收它，而不是去研究它，或者是不再去作为一个教义的这个去抗争，就是你拿这个瑞登堡的这些教义跟基督教去辩驳，没有必要，我觉得。对吧？我不觉得我这个传福音在那样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拿这个瑞登堡所带来的生命去感染去辅导他，不必要来信奉我们的这个新教会，而是跟他的生命的那个性质能够相合，就达到目的了。也就是说我跟他能够相亲相爱，我就发现新教会已经在他生命中建立了。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个史威登堡的这个就是信奉者有很多的这个有很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包括那些这个政治领袖，尤其是美国的，对吧？那个解放那个什么黑人那个黑人的哈，他们这些人不可能说他们仍然在这个传统教会中，但是他们的心是新教会的。我在讲什么呢？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史威登堡的这样的一个接受者，并不一定有形的组织，就是说他们是一个生命体，他们不包含在任何宗教中。谢谢大家。根据现在的这种科学技术和现在的整个的形势，看来我们新教会真是没办法，或者也不必要沿袭传统教会的那种到处去给人家发单张啊，发传单啊，去走门创户的去给人家劝说呀。你看我们这儿经常几乎每个礼拜都最少有一批人，就这个或者是摩门教的，或者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们家的门来给我们讲，这个我也很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我知道他们这个都很热情，比这个福音派的人那个热情高得多了。我们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毕竟一个是人少，另外一个我们有这样的新的这些技术，是吧？像这个一个是建立网站啊，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网上开会啊，网上学习啊，天南海北，整个这个世界上的你不管你在哪里都可以。所以我觉得你看那个我那个网站我经常看，每天会看到
洛杉矶有人在看，这个巴黎有人在看，好像悉尼，我不知道庆雪是不是你也看过，反正我有的时候看到悉尼有人看，反正有的时候墨尔本也有人在看，也有的时候看到国内的有人在看，虽然人数不多，那最起码好像，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主要就是这几个大块吧，都有人在看，最起码这些人都是中国人，或者最起码能读中文的人。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直在向外在传，向外在传。你像这个，庆雪，我相信你大概也是通过网上或者通过啥看到我们的信息，加入到我们这个群里来了。还有那个长沙的徐艺刚，他也是突然有一天和我联系，说是看到我们的信息，非常感兴趣。好像他也原来他并不是好像信学习的时间很长的人，所以这种不同的渠道，就是通过我们现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现在的技术吧，我们都会已经接触到了不同的人，这个实际上就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真的，我还是觉得我们最好，我们每个人都在探索，每个人真是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的走的路都不会完全一样，都在探索最适合自己的。在不同的时间，我们大家分享分享。那一天那个谁啊，那个微微一笑那个前面讲，他讲的体会，我觉得很有感触。他讲，读了一段时间那个史维登堡的书以后，他就自己心浮气躁起来了。然后突然就赶快。就潜心的就每天的读圣经，很快他就已经又回归到平静，祥和了。这个体会我觉得不一定人人都有，因为每个人他这个对于圣经读的多少，对整个这个史维登堡的这个书的了解的多少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说每个人都不一定，但是这种经历分享给大家。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会给大家一个提醒，就会看到这个圣言，就是来自上帝的话，在我们心灵中的那个影响力，我们自己是不可能是主动感觉到的，但是那个潜移默化作用，那个神性的影响，那个是，但是我们得要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就说到这儿。刚才马丁兄说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可能也没有必要，就着急去做某些事情。我突然也非常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就有的时候，我前段时间我是特别，就看到史维登堡的那些内容，我就觉得特别激动、特别高兴的时候，就特别想做一些什么事儿，然后去想把这个传出去。然后我发现跟身边人讲了以后，基本上十个有九个半都是给我泼冷水的，就这种感觉。有时候我感觉是的，就是别人的时间还没有到的话，你硬去给别人灌输的话其实是没有用的。有些东西就是还是回归到一个天命，就是说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时间。就我们经常在传统教会里面就会说，这个人的时间表到了，那个人的时间表还没有到，就是他这个发展肯定是怎么说呢，你人为可能是，如果你超出你自己的能力或者超出你自己的爱心去做一些事情的话，有的时候适得其反，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用。有的时候你就把自己该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同工会里面，就每个人该做什么，修改文章或者是写文章，或者是做每个人想做该做的那一小块部分的话，就把它尽心尽职做好就可以了。剩下的东西呢，就是其实就是交给主了。
就我们看到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东西，觉得哦看不到什么成效，但是整个 picture 就 full pic 就整个全景图来看，是神在推着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的发展在往前走。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也要是对神建立信心，而不是对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些建立信心，就是有一种急功近利的这种心态。就比如说就我们很快做一件事情就很快想做到成效，这也是可能是我们神想锻炼我们，就是秉要丢弃这种心浮气躁这种急功近利这种心吧。嗯，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就是像马弟兄说的，我们就是做好自己身边每件事，然后在工作中按照史维登堡的教导去活出来，就把这个 charity 把这个仁爱去活出来就可以了，就尽职尽责，其他的事情还是要交给神。哦，刚才其实讲了太多，但是那个观点呢表达的不够清晰。我想了这个这个把犹太教基督教和新教会呢做一个对比。那么犹太教的献祭圣殿，它虽然是主所吩咐的，却不是主所要的。主不喜欢那些牛羊的血，那牛羊的肉，神不吃山羊的肉，也不喝公牛的血，对吧？基督教一味的宣扬那些教义，例如说尤其是保罗书信，就是因信称义啊，各方面的人得救啊，要一套的理论，结果建立起这些有组织的总教，例如说天主教、基督教。然而他的总结已经到来，就说神要的不是这些教义，也不是这些宗教架构，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心灵上认识他。新教会必须走向生命和灵性的，再来一套那些就是所谓的思维构架的各样的宗教模式，总结出来推广你的教义，推广教育肯定会让人厌烦。人们所要的是心灵上的感动和心灵对天使天堂的所有的真实的事物呈现在他的灵性里面，而不是你用一套一套的教义去推广，推广了也会失败。也就是说犹太教的礼仪是失败的，不是神所要的，它是一个表号。基督教的教义是一些道理上面的一个普及，虽然是教会成长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神的心意。最终新教会才是神的心意，它是建立在人心灵上面的。所以我深深地感受到，新教会不是像犹太教那样传播，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既入了教确实的做地狱之子。基督教也是这样，天主教那样去念弥撒，去怎么样让人去苦修，不但没有给人自由，不但没有让人认识上帝，是给人宗教的假说。基督教呢，很多的牧师去讲到，说白了就是增加他的怎么样教堂的人数，增加他的这个名誉，增加他的钱财。教堂是好看了，但是人的心灵却是贫乏的。我们新教会不是这样，新教会呢，如果说有一个新教会的人能够加入新教会，他就是成为我们心灵的朋友，并不是成为我们的教友。我渴望我们所见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有情有感的，对上帝、对永生、对灵界有感动的这些朋友，而不是教友，因为教友让人厌烦。如果没有对教义的那种深刻的本质的那种透彻的理解，你说的那些东西怎么可能实现呢？真正要有信仰，必须要对教义有深刻的理解，必须要经过深深的系统的学习。那没有这些东西，信仰怎么能建立起来呢？它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其实这个弟兄呢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呢，我感觉的正是瑞登堡的这个神学与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的一个最大的差别。
也就是说传统的基督教的传播呢，是以所谓的传福音给人以携带这个理性，例如说你承认这个信什么，你脑海中就是你认定了这个道理，你就可以得救了。但瑞登堡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生命的核心或者是中心点是人里面的意愿之爱，就是说他对于爱灵性的东西都是在爱的里面，他的这个动机，他的爱欲，如果说是爱上帝爱人，那么至于他说慢慢的教义呢，他是可以慢慢慢慢的学习的。他的如果心是不对的，那么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什么是为首的，上古之年的那个教会，就是说这个用伊甸园所代表的教会，那个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教义的，人人的这个都是以这个以爱为本的。后来才发展起来，就是说当这个教会从仁爱中堕落到这个教义这一部分，就是像一诺嘛，一诺就是总结教义，靠教义来建立教会，结果就导致怎么样，人丧失了这样的一个仁爱，有很大的头脑没有很大的爱心是不行的，因为真智慧它是从爱里面发出来的，这两是不能够颠倒的，因为如果颠倒的话说教会它就会变质，教会如果以这个敬畏上帝爱上帝爱人为本，那么这个教会是属灵的，是真实的，它是有生命的。如果教会以一套一套的理论，一套一套的教义作为这个根本，结果它就会走向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像基督教一样，很多道理都很严谨，对吧，它都很严谨，它每一套都是，但是这些教义往往是什么，都是人所总结出来的。真正的教义在哪里，是上帝在你的爱里面，有爱的人肯定是在正确的教义的里面。如果只推广这些教义而俘虏了，就是说教会的守生到底是什么，是灵性的仁爱，还是这个现在人最讲的是理性的这个头脑，认为谁最有学问谁最有灵感，我真的感觉到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其实我们不能够反制，但是怎么样，不能把颠倒，就是说教会中肯定要传讲教义的，但是教义不是头，教义不是人信仰的核心，乃是怎么样，乃是人爱上帝爱人，这是个核心，一旦他颠倒了以后，教会就会堕落。我想说一句，就是说史威登堡在那个说的时候，那个他那TCR 好像说过，就是人这个重生呢，他是先从这个更新认知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先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这是一个开始，然后再按照把这个正确的观念活出来，然后接着这个正确的观念呢，达到一个人是一个目标目的，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我们新教会也应该是，因为大人和小人他都是一样的，新教会也是一样，正确的教育是必须有的，这必须，你没有正确的教育，你这个仁爱你想得他得不到，因为仁爱是必须接着一个正确的教义才能够得到，但是如果你只是强调这个教义，你不活出来的话，那个教义它就是死的，它那个教义就没有用处了。它并不是说你这个教义不要，而是说你这个教义首先要正确，其次要活出来，必须活出来。你活出来的教义才是活出来的教义，其实就是仁爱。你活出来的正确的教义就是仁爱。你比方说这个主说的那个十诫，你如果把十诫背得很熟练，你张口就来，那你一点在生活当中没活出来，你背的背的就是倒背如流，也没那个教义也一点用处没有，虽然它很正确。但是呢，如果你一旦是你活出来了，那么这个教义也活出来，活的教义就是仁爱。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按照一个正确的教义去活的时候，就是说你信了一个歪曲的一个教义的时候，那么你活出来的时候也是活了一个邪恶的生活。比方说这个唯信称义它就是一个错误的教义，有很多人在按照唯信教义来生活，按照一个错误的教义活出了一个邪恶的一个生活。所以你教义不正确吗？它肯定不重要吗？它肯定重要，它是一个门，
它是一个门，但是呢，你要活出来才能够进得来，你活不出来，这个教义一点用处没有。但并不是说你这个教义不重要，它很重要，它前提它必须要正确，你必须是个正确的教义才行，然后再活出来，你活出来那个教义，那就是仁爱。嗯，马弟兄的意思应该是和仁爱脱离的教义去构建宗教组织，这条道路可能还需要再考量一下，因为刚才弟兄姊妹也说了，包括定义这个弟兄是，然后在这个说的也是，因为你这个信的话，你肯定从听道而来嘛，就是这个信，因为人的话他只能是理性上先去理解，所以这个学习包括刚才好像弟兄说的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叫传统教会吧，或者更准确是改革中，那我脑袋里面就是三位神，虽然不是那么清晰确认的三位神，但我总想是有位父神在上面，然后他很愤怒，然后派他的儿子耶稣，然后受罪，然后呢有这宝血，然后我所有罪都洗清了，因为他的是白白的来白白的得，所以不管我犯了什么罪或者是各方面，那他因为已经帮我赎罪，所以无所谓，我天堂道路肯定是被锁定了。但通过这样的教义肯定还是会引起人的这个行为上是无法跟进的嘛，因为那个时候虽然十诫出埃及记我们字义上也会查，但是像新教会吧，或者叫史维登堡宗派这么强调十诫，把列出来单独在 T 上列出那么大一个章节去讲啊，一条一条讲，还有那个四本教育书里面其中有一个是生命的教育那本书，然后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他解释的非常细，而且跟你的生活是心思意念动机行为是紧密结合的。所以你像我读了以后，我才从那个时候真的是读了史维登堡的书，我主的新启示吧，我才真正去审查我内心。以前我是不太审查内心的，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污欲或者恶欲其实是很多的，但现在通过这么大，特别是这两三年的话，很多我觉得新教会这个教义上，当你说那个五点，刚才雅各弟兄刚才也说了，就是很多基督徒他有可能也是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因为史维登堡著作他的这个信息吧，或者是主的新的启示，因为他太明确了，就是主就是一位，然后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之前可能在传统教会在改革中里面不敢说是三位神，但脑子里面肯定不会是特别明晰一位神的观念，然后肯定是跟这个仁爱信仰跟仁爱是分离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教义，就是那个宝血洗净我的所有的罪，但在圣经这个书信里面也说到，这肯定主是作为一个挽回祭，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但是我们平常说宝血洗净这个罪的话，有两个潜台词，一个肯定是上面有个父很愤怒把子受罪，然后第二个就是既然已经洗净你的罪，那不管你做什么，主观上客观上也不需要你再做什么，你肯定是已经得救了，所以只要靠理性上信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教义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教育经过这么长时间学习，大概也能有一定的统一了，然后应该是下一步讨论就是如何跟这个仁爱结合，然后另外就是可能我们的传播方式上需要借鉴嘛，借鉴或者改进，然后包括过往的一些教会历史我们有存在有些不好的甚至是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也需要一些思考。然后我的感觉是这个新教会，但大家也想听大家这个建议或者是一些这种想法吧。如果新教会就按那个五点来说的话，就是强调信主信，然后这个行为上就是这个实践，不管你动机或外在行为，这个是构成个体系。当然它更广义的这个范畴，虽然在 TCR 里面总是说这个新教会它是完全不同于前面几个教会的这个全新的一个教会，但是我就想想我们现在才这么一点人，而且甚至在主流基督教来说都不把史维登堡宗派的这个教会承认它为这个叫做基督教，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发展方式上就感觉这种路线上是有点好像是叫就反基督教的基督教，有点像变成反基督教那种感觉。所以我也这段关于这点我也不管是广义的这个新教会还狭义新教会，这点就是在基督教的范畴之内我也没有太好的一些想法，大家可能是不是也可以讨论一下。
其实我想说呢，还有其实人，我们人就是一个观念的一个接收器，你接受什么的观念，发自内心接受的时候，这个观念呢就会在你这个生命当中它发挥作用。但是呢，每一种观念它都带有自己的情感在里面，比如说，所以我们呢，我们有自由意志是去接受什么样的观念，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的使用我们这个自由意志，不要接受一些不好的观念，必须你要接受一个正确的观念。有些观念，你像这个无神论，无神论它本身自带恐惧，自带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是说，这种因为它观念是个虚假的嘛，所以它本身就带着对死亡的一个恐惧，还有各种的负面情绪。如果你从小就接受这种观念，在你心里扎了根以后呢，它发挥出来那个威力就是让你感到恐惧，这就是，所以说这个观念特别的重要。我们接受什么样的观念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正确的观念。有个正确的观念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一旦接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时候，它会发挥它的那个效力。你像这个正确的观念，它就会带给你一种平安或者平静，内心的那种喜乐。你比方说你必须要信神呀，有一位神呀，信主耶稣啊，这样的观念它是一个正确的观念。所谓的正确观念实际上就是真理，你信的时候然后行出来的时候，这种仁爱良善就出来了。所谓的仁爱良善呢，实际上就是带给人心灵上一种永恒的一种平安和喜乐。这种观念，正确的观念真理呢，它就带着这些东西，你活出来它这个威力就出来了，你活不出来那等于还是没把这个东西这个吸收进去。所以说我们必须先要接受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把这个正确的观念活出来，然后他这个仁爱，他这个良善就生出来了。其实真理呢，它就像一个接受良善的一个器皿，这个良善呢，它必须在这个真理当中它才能生根发芽，它不可能在一个虚假的观念当中生根发芽。你比方说你有这个三神观的人，就是传统的三位一体观，老是嘴上说一个神，脑子有三位神，你没有这样，你有这样一个错误观念的时候，那个良善，你追求良善，你追求一辈子你也追求不到，因为良善它绝不会扎根在一个虚假的一个观念当中。所以这个正确的观念是非常重要，我们就是说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要接受那个观念一定是一个正确的观念，然后我们再按照这个正确的观念活出来，然后良善就会出来。其实那个瑞公呢，他一直强调就是说神的属性嘛，就是爱和智哈。那么更多的教义呢，其实是从智里面所出来的。当然这两样呢都是属神的，是神的本质。那么我们就是建立新教会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不是第一，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教义的重要性。但是我感觉到这个新教会的性质啊，它是一种生命的，是灵性的，它而不是继续像这个过去的基督教一样，你去推广教义。推广教义就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什么呢？即使你推广的教义是很正确的，而且按照这个教义生活呢，就能够这个产生仁爱的生活。但事实上，有很多的人认为他头脑中有了这些教义，他就是有生命的。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即使人有了这样的一个头脑中这个有了这些知识，有了这些教义，他未必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他未必是一个有灵性的人。所以这又不是主所要的。我刚才就是回顾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信仰进程啊，犹太教的礼仪，基督教的这些理性的这个教义啊，都到最后都不是主所喜悦的。主所要的就是说，主要永远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主要永远与人同在。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仁爱和教义它是并存的，它是成为一个整体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传福音，讲这么多话呢，其实就是回答那个刚才那个神路姊妹的一个传福音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就是道红弟兄呢今天晚上说讲到这个教会为什么新教会发展的为什么这么慢啊，这么少，因为它不得人心。如果你推广这个把史威登堡啊当做教义去推广，我敢讲他继续放粮看吧。如果他把它当做一种就是说教义整合在这个人的生命之中，去用一个就是说
用这个史威登堡这些学说所生出的一个生命，那么生命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有辐射力的，它不是光推广教育，推广教育肯定是死路一条的，但是我们一旦就是说跟人接触的过程中肯定会涉及到教育，对吧，去跟他们谈论教育，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按照史威登堡所讲的这些呢去生活，那么也就是说至于就是说你去有很多的这个基督教，因为我自己也深受其害，就感觉到认为呢我们有了这个哈通道中有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怎样的救赎我们就得救了，其实自己没有呢，自己没欢是自己没有行出来的，自己没有生活的，那也不属于自己，你想一想，你把那些道理那些知识在头脑中再想一想，那也不是你的，对吧，即使你把它记住了背得了，其实很多的圣经很多人去就是说这个去背的很多经文，你发现他有的时候他的脾气啊他的这样的生活啊他并没有丝毫的改变，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史威登堡所主界的史威登堡所要给我们的是一种生命，而不是单纯的去推广他的教义，当然读过他的书肯定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像好像原来我跟六神明也讲过，就真理它只有一个，它肯定是唯一的，你弄一个多层观念它肯定容不下来，这个肯定，但是你要跟那个多层观去争，我发现没有结果，你只有跟他在一块生活的话说呢，哪个生命就是说呢更能够去对于属灵啊永生啊更丰富的认识，哎，他可能会受你的影响，但是你跟他去辩驳，就一神是对的，多神是错的。我发现我在那个群里面辩驳了好几天，没人搭理你。就说他该信他的多神还是他的多神，但如果说你要是跟他生活在一块，用你的生命，就说你对灵界的认识、对灵界的感受、对永生啊、对爱、对智慧的深同感受，那么我相信他会改变的。就说他不一定会接受你的教义，他会接受你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他可以看到借着你的生命他仿佛看到了，就像天使借着人的肉眼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借着你的生活借着你的生命呢，好仿佛看到了一个新天新地。我想说一下，我想谈一点，就是在传播这个新教会的时候，我自己感觉是有这么两点是需要做。第一，我们活出来是肯定力量是很大的，而且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周围的人，因为他们都看着我们嘛，跟我们很熟悉在一块，这种力量那绝对是很大的。这个活出来力量，那活出来的信仰，那真的不是说说就不是嘴上只是传那么什么的，但是我自己感觉呢，正确的教育呢，我们只要这个教育它是正确的，我们还是有必要去大力去宣传。为什么呢？有时候你比方说你对别人说了一个正确的教育，你有可能做不到，但是那个听你说的人很可能就能够做到。就是说只要它正确，你完全就是说比方说史威登堡神借着史威登堡传达这些教育，他说得很明白，那是主的第二次到来嘛，肯定是正确的。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就是广泛的传播这种正确的教育。你很难说他对什么样的人发挥作用，有可能有个人一看见这个教育，通过你这个什么，然后觉得这个挺好，然后他按照就活出来了。就是说，有可能我们不一定活出来，但是我们传出去后，别人有可能听了这个新教育可能就活出来了。所以活出来，我们自己按照这个正确的教育活出来是一部分，但是呢只要这个教育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力所能及的往广泛的传播，我觉得也是应该的。教育巴不得有更多的人去接受教育，那肯定的，因为如果有更多人同意你的教育，那个话题都好谈了，那接下来的生活都更好。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你看史威登堡的这个教育啊，就是说你推广了以后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没人接受，那么有每个人都有他那一套，认为他那一套呢就是说这个更可靠，而且有更悠久的这个历史吧。但我发现人们所需要的就是不单人们呢，不但人的就是说人的理性需要很多的东西啊，人的心灵深处啊他更需要。所以我感受到这个人类目前的这个信仰的灵性状态，他需要的不单是更多的知识，他需要的是更真实神的同在。
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灵界的这个感受啊，他更加的渴望。为什么渴望主耶稣再来？再来干什么？再来就是说他与人同住。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说一谈到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都非常的这个热切啊，因为我自己也是从这里走过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什么呀？很真实的这种经历，这种灵性的生命，而不是对于灵性生命的描述。教义是对灵性生命的描述，描述自然是要紧的，自己得到才是更重要的。也就是说我刚才所举的这个例子，那个对于这个教会历史发展呢，大家可以去进行对比一下。犹太教他们天天献祭啊，他们在圣殿里面祷告呀、啊，他们认为那就是宗教，那挺好的。这个献羊呀，献这个，他觉得很神圣，对吧？那觉得他是信仰的全部了。那基督教也是这样，基督教认为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我们的罪就这一套理论好像就是无懈可击，有很多的圣经的字面的意思怎么样啊，就来支持他的信仰。这样苟延残喘2000年了，但是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是没落，就是启示录就是写基督教的没落堕落，他完全走到了他的终点了，就是这样的信仰维持不下去了。如果我们今天再来，就是再把这些，我感觉到那个整个的信仰是什么呢？教义好像像人的这个骨架一样，就像骨头一样。那么人真正的生命呢，就像他的血和肉一样。骨头如果没有血和肉，那么他就不是个人嘛，对不对？虽然说也有那么一个形体，那么一个架子，但是他不是活的嘛，对不对？那个骨架上面浮于血和肉，他就成为一个活的灵，活的人嘛。那我相信就是新教会也是这样。我们要不要这个？要不要这个教育？要，就像人呀，肯定要骨头啊，没有骨头这撑不起来嘛，是不是？但是单纯的去推广教义呢？如果说有人这个接受，肯定是好事。但是我觉得怎么样？它不能够深入人心。如果要想人真正成为这个基督教的，就是说所谓的新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信徒，我觉得它是生命的要求，而不是教义的要求。不知道你看你。你的信仰是什么？讲了一套又一套，但是他没有那个生命。我觉得他即使他背得新教会的教义，他没有新教会的生命，他也不是新教会的教导。我感觉马弟兄讲的都对，就没有人是反对的，就只是就是你说的那个生命的东西，我感觉就是是神最终就是想要我们达到的那个目的，就是那个终点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通过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行，他这个教义肯定是等于说是一个桥梁，或者是等于做了一个认知的桥梁，这是不矛盾的嘛，对吧？这两个就是完全可以，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仰不要最终的目的不要停留在对教义上的认知和解析，然后就要往灵里面走，就达到最终的神对我们的目的。然后那个目的达到了以后，就是用生命来传福音。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走哪些过程来达到这个目的，把灵性里边和主合一，达到最终的人善和智慧。这个我觉得是就是不同方面的东西，两个都是可以的，就是没有必要把它对立起来。还有就是回到刚才道宏弟兄讲的那个怎么样传？怎么样去传播，让更多人知道史韦登堡的？我感觉这样的话，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就是实际操作上面哈。就那如果这样计划的话，就是我们对国内的观读者和对海外的华人读者，应该是不同的一个策略吧？因为国内现在就言论管制很严嘛，我们不可能就是放开了讲我们想要说的话，然后放开了，就比如说如果说以后可以录视频，也不可能就放开的讲，就还是可能会要含蓄一些，就比如说把它建立在一些个人经验分享上啊，或者说把它做成一个科普的栏目，就说神到底有没有神呢、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做一个比如说教义解析，就是传统据我所知啊，就很多基督徒，就包括我之前可能信了一辈子都有些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比如说为什么耶稣来了以后我们的血就被洗清了，就等于说是抵债吗？是不是这样子的？然后神真的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要杀那么多人？然后这些很基本的问题就是可以做一个比如一对一的那种这种解析啊，就是整个方向就是往人的求知点或者是在某些教义上面它很模糊的点上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
而这个方面在海外，我相信海外广大的很多广大基督徒也都是有这些疑问的。很多人就像我，包括我的教会的 leader， 我问他这些东西，他们就是也是他能抓住一些点，但是呢我感觉他的这个知识是破碎的，就是这儿抓一点那儿抓一点，他包括而且还里面要包括很多自己的猜想，或者是一些谬误的这些观点，都是他是一个不成体系的东西。而这些不成体系的东西呢，就是你在一个 leader 的位置，你跟别人讲不清楚的话，那造成的结果就是什么，别人不能够，反正按我自己来讲的话，我以前他给我们那些他我的 leader 给我的那些解释我是不能接受的，然后这些点直接就导致了我不能够更加的深入我的信仰。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这肯定是其他很多很多千千万万基督徒共同的感觉。所以在这些点上的话，我们如果在这些点上如果可以就是做多一点的活动或者是计划的话，可能会吸引更多的观众和读者，我是觉得是这样。然后这是一个突破点吧。然后具体怎么形式上怎么去运作的话，我是觉得现在是不是我们还需要一些资金上的一些补助，因为这些东西可能还是要需要很多人力还有物力吧。我想说一个关于这个传福音的事儿啊，就是今天这两天读了这个利未记嘛，说到这个妇人生孩子，然后呢妇人生孩子生男的呢就不洁净多少天，生女的不洁净多少天，然后呢查了查内意啊，知道是生男孩呢代表真理，女孩代表这种对真理的喜爱之情啊这种，但是不管他怎么样都会有些不洁净。我就想到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理解是这种尽管很多人对真理呢他了解的不是太深入，但他呢他传福音呢他就用一种他能领悟的那种很世俗也好或者怎么样，他那个方式在传，他这么一传呢，另外一个人呢哎就信了，他们就很那个实用的时候又信耶稣好，具体怎么好哎说不出个一二三来，但是他们就觉得信耶稣好，而福音就这么一个传了，就意味着他这虽然说也传了，但是呢他里面就像生孩子，女人生孩子，孩子生了，但是呢他同时带着这种很多这种不洁净嘛，就那个恶露啊，生理学叫恶露的这个生育这个过程，传福音过程经常都是这样，他一方面在生产，但是他这个说的话当中做的事当中也包含了很多谬误，这就是这样，人他就是有罪的人，那最纯正的真理呢经过这么一个器皿之后呢它还是会玷污一道的，但是虽然玷污一道，但是它里面毕竟有真的东西能生产啊，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在我们在一些这个对真理领悟比较深刻的人看来，有他的错误百出不像样，看不上他好像，但实际上呢他在生产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好比这种摩西上山之后，一下山之后他脸都发亮，但下面老百姓呢就不太懂，还有点害怕，这就好像是从坐宝座的法老到墨子后面那个悖逆的儿子一样，这种生命差别很大，但是呢他只要他还是属神的，那他就是教会的一份子了，尽管他的谬误很多啊，所以说这里面，但是这个人呢他进入教会当中，他都开始这个从经过七天之后割礼，然后呢经过八天一轮一轮的往上涨啊，生命越来越接近真相，他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慢慢会朝向山峰去攀登的啊，就像我们在教会当中待了很长时间之后，慢慢疑问越来越多啊，问牧师解决不了，然后呢有的人都开始往上找哎找就一路找来找到守卫灯宝这儿了，那没找到之前难道他就没生命吗？应该也不是，他也有，但是他那个只是模糊而已。咱们今天晚上
暂时到这儿好吗？好不行，好不好？好，要不请一下马弟兄或者雅各弟兄祷告，看广明老师请谁。好，雅各弟兄代祷吧。亲爱的救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你设立你的仆人使为灯宝，就像黑暗中的灯塔，主要把这个真理的标准非常的高的标准在那里照耀，主要让所有过往的人都可以从这里或是直接或者间接得到一些真理的亮光应付他们当下那一个状态比较足够的状态，都是已经在做奇妙的善功了。主啊，是的，我们在这朝着真理和良善这个山峰去攀登的过程中，主啊，有的时候会陷入低谷，但是主啊，毕竟有亮光，它不是完全到教会消磨的状态，它都是教会。主啊，是的，你让我们看到这种最高之处到最后最低处这种差异，主啊，是让我们产生往上攀登的这种努力，而不是说去小看那些还没有攀登上来的人。主啊，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就然后去防止那些从高处往下滑落这种事情。主啊，就是已经是在做新教会的工作了。主啊，不是说看到对顶尖的人有几个，主啊，乃是看见主啊，只要是上在真理当中，只要是最后能够进入天堂，主啊，就是在做这样的善功。谢谢主。主啊，你让我们主啊观念上各方面都在不断的更新，就不至于灰心，也不至于骄傲。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真的是今天晚上的讨论的都是非常好的只是有的时候这个细微之处，有时候无法理解对方所说的有的时候感觉好像是在矛盾，实际上主啊是没有矛盾，主啊乃是有一些不同的领域在说话而已。主啊，你来把这些中间所需要那个缺失的地方把它们打通。主啊，让我们都是能更好的连接在一起。谢谢主。主，我们所说的，主啊，我们词不达意的祷告，但是主圣灵测透着其中的意思。主啊，你来连接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我想那个问一下那个道宏弟兄，下个礼拜用那个叫钉钉的一个软件是吗？对对对对对，是。然后大家那个下载个钉钉，然后应该是用手机号注册就可以了，然后加一下我的那个钉钉号我的钉钉号我给你把你的钉钉号再发在我们那个微信群里面。好，行，没问题。行，好的好的好的。那丁尼弟兄一定要加我这个189这个号码。